Hello Hello， 今天要跟大家录一个 vlog， 头发剪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月份已经病了有快20天了，生病，然后可能是着凉了吧，然后好像又没有及时的治疗和及时的调理啊，压住炎症这些的，所以生病病了有快20天，身体不舒服，想舒缓一下，然后把头发就剪了，换一个感觉吧。今天要工作一小下啊，所以我们刚刚吹了一下头发，贴了一下睫毛，还没有化完妆。现在先去吃口饭，走吧。包带了吗？好了，现在去吃饭了。大家一定都要注意保暖，别像我一样。但是我也没办法，常常就是在室外的时候工作，太冷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先吃饭。吃完饭之后，再回来继续化妆、换衣服，然后今天要去拍照。看，这是2022年的第一个，是第一个吗？我也不知道。Vlog。好了，要走到餐厅了。你好。饿了，好了，现在准备吃饭了。先吃一个什么呢？大家都吃吧，快吃吧。打算先吃一个这个。好的，谢谢。因为这次生病，所以很久都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了，每天都吃的很清淡。哎呀，那是。好喝。金水龙虾，好了，吃完饭了，现在回去要接着调整一下头发，没化完的妆再化完。有花。